此处怎么会有剑冥兽？这里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建筑？ 怎么又是你啊？方才我救了你，难道你不应该跟我说一声感谢吗？道谢是吧？好，感谢北海上君刚才的救命之恩，后知感激不尽。他日定携众礼致北海，以谢君恩，行了吧？不行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此前我一直在疑惑，为何与你似曾相识。现在看来，已经有了答案。你是不是又想说我们之间曾有姻缘？莫非你也有同感？ 北海上君刚才的言行只能让我感受到你十分的厚颜无耻，除此之外我什么都感受不到。多年来，你是除了我唯一能看见这个剑冢的人。又来这一套是吧？这座剑冢这么大，谁会看不到？你真是可笑。我说真的，之前我第一次见到这里，景剑就在我旁边，可他却连剑圣都听不到。兴许是这剑冢设了什么禁制，有缘之人才能看到。你看你都说了，有缘之人才能看见。 说明你我之间定有缘分。我是说我与这剑冢有缘，不是与你有缘。不许再跟着我了。早知道之前就不拿剑追着他了，这形象怎么补都补不回来了。